上看到的大熊猫，它都是能够非常灵活地抓取竹子，就像人类的手掌一样。那你知道大熊猫有几根手指吗？接下来大熊猫有六根手指。但是严格的来说，它的第六根手指又不能称之为手指，是因为啊，它的这根手指没有指甲，只是一个能够灵活的凸起，所以呢，又被我们称之为尾拇指。你可不要小看这根尾拇指了，它是大熊猫抓握的秘密武器。尾拇指是腕部子骨刻画而生成的，它使大熊猫具有其他熊类所不具有的对握功能。当大熊猫在吃东西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更好地去进行一个抓握，从而灵活地采食竹子了。而且啊，你要知道这种对握的功能在动物圈里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常见，除了考拉、北美负鼠和大部分的灵长类动物之外，就只有吃竹子的大熊猫和小熊猫了。而且啊，只有它们特化出的第六指才能与其他的五指相对握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